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坏了，有人要死了！我操，你能不能重开啊？别连了吧！我操，他拿个一血跟我打，你搞什么啊？还是老样子，假装生不了二，假装他也不信。往哥这边走，真抱歉，我刚才没有意识，这是一场。我操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想走是不是？回来！还挺会操作的这男枪啊、哦，老男枪子，打断 ！Q W， 往后先拉一下，一拉拉断一下。为什么拉断呢？因为让他晚点这个出被动啊，然后我们再打。他两层被动。我一技能让他晚点出被动，顺便等一下技能 CD 一个 WQ 收尾。嗯，先来挂进去 ，A 一下 ，A W， 哎，这个血量开中他必死，拉过来 ，A W 挂进去 ，A 不交大，都开这么早，毕竟打不过我，那出一堆生命值没什么输出呢。如果我在此地埋伏一手会怎么样？看一下他的 Q。 哎 A 一下，收兵走位 A 一下 AW 一 Q 二连 AP。他要出怨恨锁链吗？没意味。啊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哎呦，被抓到了！我操，我应该往前 Q 闪的。这波原地 Q 闪就活了，这主要是他这一个闪现把我思路打乱，嗯、怎么整了、啊？其实是可以不死的。方法没找对、啊。就是刚刚上波是可以不死，你在装修，不是我，楼上的，我在这里怎么可能装修啊？包不是我的呀。你往我脸上钻，这是装修，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他在家里骑摩托呢。本来想省个大的，他妈一歪了。
快之前的嘞，1000块。他们有眼吗？刚杀完一波金刚眼，他又800块了。不是杀这么快吗？这个端板。你在问号你的大坝呢？我距离不够呀。不是哥嘛，他妈1-7给我发问号，你是人呐？啊？可惜，我被那个重力场给定住了。啊，本来准备砍青钢影。我是 R 闪接 WR 把他们 AD 杀了，然后准备 AR 金刚影的，这瞎子好像给我踹开了。金刚影把我们 AD 单杀了，我操！拉过来，哎 ，W， 你别逼 ，AP。好看，起波了。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你们也不会死。哎，都哥们，都哥们啊！你看我都没有杀你，对不对？都没怎么杀你，都是哥们啊！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